好想拍片啊。给我赞助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要竞选今年校花的候选人郑安丽。你知道你这样的行为已经是绑架了吗？是这样的，我想要拍一部片。变态，居然还想拍片？那所有人可以免费观看，好歹也要付费吧。如果打出知名度，我们就可以拍续集了。居然还想拍续集？怎么样？我需要你。你一定是误会什么了，可是我跟你保证，这部影片一定会让你爆红，而且你一定可以成为今年的校花。我加入。你怎么松绑的？需要露三点吗？我的尺度可是很宽的哦。你给我下来，那个黑黑的露出来了啦。我好像听到尖叫声，打扰了。给我站住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校刊总编辑和摄影社社长。哎，先说好，无论你们怎么威胁我，我也不会把照片交给你们的。先别提你拍到什么鬼照片了。哎，你有没有听过安利啊？原来是直销，没兴趣。给我回来！我未来的大导演想要拍一部电影，郑安利。因为即将成为校花的女生，而你就是我们的摄影师。好，我加入。那摄影师同学，你有拍片的器材吗？我是摄影社社长。哎，你好，是社长。拿出来啊。你们挑剔耶。阿乔，你阿公给的吗？哎，你再继续唬烂我们，我就叫我们校花警报你的蛋蛋。OK， 人有了，器材也有了，我们可以开拍了。才三个人哦。嗯，我看很多幕后花絮，不是还会有制片、灯光师、收音师、产物。我是学生制片，阵仗不用那么大，工作还是要分配一下吧。好，大家听好，导演、女主角、摄影师、男主角、收音师、灯光师、编剧、场记、场务、后事、行销、制片，搞定。剧本嘞？不管了啦 ，Action！好想拍片啊。来看。OK， 我们看一下刚刚拍的。拍啥啦？哎，你刚刚拍的有刘备份吗？